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OK， 来往我们的小声生活，那这边有一个版本更新，大家记得去更新，直接到 Play 商店或是 App Store。OK， 那4月5号嘛 ，OK， 更新完应该有稍微流畅一点啦，齁，好，来吧。我现在是静音状态，因为我怕那个首页的音乐有版权。我把它打开吧，这样应该会有声音的。因为它首页登录的时候会唱歌嘛，那个歌曲应该是有版权啦。OK， 那刚刚公告我们已经稍微看过了嘛，有兴趣的再慢慢来看吧。那。我刚刚有先上来努力了一下啦，解了一下今天的一些每日啊，我把它解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点慢，都晚上之后会稍微慢一点啦、啊。我刚刚就还可以，那重开之后怎么就不太顺？那等他一下，哦，好了好了，就是把日常都做完嘛，日常做完这边就可以领一领啊，好、哦，活跃度可以领一领。这个餐厅用餐可能没办法解，它有 bug 啊，我进不去。拼桌用餐进不去，应该是有 bug。然后另外一种用餐需要那个钻石，我没有钻石。看一下，我没有钻石，我就50钻石、欸。然后贝壳的部分，我刚刚去买了一个时装啦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时装哎、欸。塔洛丽塔蓝，就到那个海街买嘛，吼。然后那个是不到1000贝壳的啦，然后我现在的这个天使的这个帽子还有这个翅膀，这个是在活动里面，我怕我给不知道的人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这个小生打工版，它本来是一个九宫格嘛，那你依序完成这些九宫格之后，它就会给你这些礼盒，这些礼盒你领一领之后就会。有领到这个、哦、天使的这个东西，天使光环，然后还有那个翅膀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走在路上也是有这个天使光环 和这个翅膀啦、哦、那我刚刚买的时装大概长这样，我来穿上去看看，这是洛丽塔蓝，然后穿戴有一个问题，会把你其他的衣服给卸下，又会占你的空间，就大概长这样啦。然后整个造型啊，你的脸型还有发型，全部都换成这个造型，所以说这个造型应该很容易跟人家撞衫吧？应该是，哦，就看你要不要用啊，也没关系啊。然后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换，换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光溜溜，穿着内衣内裤这样跑。好的，大概是这样啦哈。那我今天就穿这个来玩一下。你也可以把翅膀卸下来，这样就没有翅膀了。看你啦，我们就把翅膀装上去，省一点空间好了。然后今天我又多了一个滑翔伞，滑翔伞也是。我看一下啊，是不是七日登录送的啊？反正也就是会，你这边活动领一领，可能也会送你吧。我有点忘记在哪边拿到了啦。所以说滑翔伞其实不怕用完啊，虽然它的耐久是20啊，就是可以用20次吧。我很少用啊，我都自己走过去。它要开始 lag 了。晚上10点以后很容易累。那我现在时间是接近，我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多。那11点多就天黑啦，你可以站在这个路灯下面。那我现在的话，打算来把这些支线解一解好了，把这些支线把它稍微解一解，然后再来解主线。看看啦、啊，看看玩的进度怎么样。给他跑一下。
晚上还是有晚上的风景，然后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白天，没办法。这边要去找阿海，阿海的话在这边有点远，这样走过来。他算是猎人啦、啊。嗯，他给我们钓竿哦。诶，那这只钓竿是不是可以钓到更好的鱼啊？可能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又多拿一个钓竿，我背包没位置了，杂物太多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真的，你已经又要爆仓。这边要解锁的话就要钻石，我们没有钻石啊，不够的话你可能要氪金哦，可能要氪金了。我现在点没反应，可能是那个吧。那这个就是月卡咯，每天给你20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根据我的经验啊，你花150，马上给你300，然后每天再20。根据我的经验是这样，我对月卡的认知，大部分游戏的月卡都是这样，买了之后先给你一些，然后每天再返还给你，再给你一部分，每天登录再给你一部分，鼓励你每天登录啦，不会一次就给你这样，然后用完就没事了。好，完成任务，我也不知道干嘛欸。就之前主线任务的残留，他要跑出一些支线任务吧？什么姿势啊？开启什么姿势啊？然后他算是我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，好吧。应该没了吧？应该没有任务了。好，伐木工，找那个木匠，木匠在隔壁。原照，所以又要整理背包了，呵呵，把东西卖一卖吧，就能卖了卖一卖。像这一格的，可能就先卖掉，以后再说。好，获得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耶，反正就任务完成。给他这个是不是？他是说要携带这个，那难道是交易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有点累格啊，又累格了。好，解锁了，解锁了。这边也可以买东西哦，哦，你可以买东西来交任务吧，我觉得啦，如果你觉得做太慢的话，直接买哦，好贵哦，这个10000多耶，绿植架。好，继续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家具的吧，然后要携带这个鹿鸣沙发。鹿鸣沙发我应该没有啊，给他跑一下。今天真的没办法，这个时间就是lag。这个我有学的，所以我可以做鹿鸣沙发图纸。然后这边是拜访一个好友，所以我们要先回家吗？不知道，我点拜访一个好友，他就跑来这边嘞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说他随机拜访一个好友啊？不知道，有点慢，没有到车站啊。不知道，继续点拜访。哦，我懂了，拜访的功能是在这个车站里面，然后看你要拜访谁。哇，又那个了，拜访谁啊？拜访这一位吧，去他们家看看，好不好？希望不要那个，希望不要那个。有些人是用 FB 啦， FB 的话它会有图像图片，你也可以换啊。你还没有过去了，呵呵，已经挂掉了，是不是？
不知道，我这样有算拜访吗？好像没有，就卡死。这个任务大概解不了吧。欸，还是很慢啊，很慢欸，太卡了。这个游戏要叫做小声泪歌。我上次就是这样拜访嘛，然后我觉得好像失败了，有没有？好像失败了。哦，这他家欸，哇，你看他家把这他把这边他把这一片全部都拿来种这个，然后他有两个这个小型木棚，这也太认真了吧！然后这是他的宠物，嘿嘿，还有牛奶。这边种，他种了然后都不收就对了，有点点缀的意思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啦。种一堆然后都不收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到人家家里看，然后看看跟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吧。像我就没有想说要种那么多啊，我就随性吧。这就是拜访人家的好处啊，同学。哇，他的门跟我不太一样，他有一个玄关。他的房子等级比较高，有感觉有一个玄关，有没有？我进不去耶，是他邀请我才能进去耶。我比较慢那个。我们看一下人家玩的进度跟我们自己，因为你们平常应该是看我玩的进度吧。你家也太白了吧，漆成白色的，有点怪怪的，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？哦，你们觉得咧？你们觉得他把家里弄得那么白好吗？来二楼看看，过不去吗？哦，可以，比较慢。二楼的话，我还是都没有修复嘛，我的二楼还是很破旧。好，他二楼也是有弄成白色的，就是你白色的东西跟这些家具是这种木头颜色就比较不相称，应该是这么说吧。好，那这些箱子要干嘛？收纳箱哦，收纳箱就可以放东西齁，有道理啊，不然我们都爆仓了，受不了。好，出门。就这样拜访好友的家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耶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晚，可能他已经下线了，说不定。骑脚踏车速度真的有点慢，觉得这个读取要再加油一点，太累格了。是不是可以多开几个分流啊？减轻一下 loading 啊？哦，太卡了，太卡了。卡一卡，搞不好就卡死了。还有啦，我觉得他种这么多菜也有影响，他读取这么多东西都有影响吧？这个猫咪应该是要回礼啊，回礼就会玩自己的尾巴，这样尾巴这样子。他这个地板有修过哦，他这个地板有那个石阶，跟我的不太一样。好，我回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上一页卡住啦！天哪、啊，卡住啦！我想说我要回春一下、欸，哎，好，这边按一下自载，然后没反应，呵呵，没反应，所以说我回不去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反正就先到海街吧，然后村庄回家。好，回家。OK， 那今天就先做了这个支线任务嘛，然后换了这个时装。然后拜访了好友的家，好友的家跟我差很多吧？我觉得这样就好了，我比较喜欢绿地。哦，我不喜欢这种满满满的。
OK， 那来做主线任务。这边主线任务要把志仔升到六级，我不知道我资源够不够哎、欸。我先把东西卖一卖，我觉得我要爆仓了。像这个就先卖吧，不管了。这个先卖掉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委托任务可以去交付啊？因为委托任务它会有一些家具可以跟他给他们啊，你可以不用卖掉。反正那个每天都可以做、哦，你要卖掉也行，委托也行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、哦，我都没有啊，我都零。好，那我把那些家具先卖掉也没关系。你看我的路是一般路而已，它的是有石板的石板路，因为它的那个自宅等级可能比较高吧，我在想。那我这样好了啦，我把一些像这种就卖掉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的。哦，不管了啦，卖掉了啦，有需要再拿嘛。樱桃哦，樱桃就是比较好，樱桃有用。这个是收纳箱啊，所以看起来很多位置，其实没有。其实我的背包已经快爆了。这有点类似收纳箱，我的背包已经快爆掉了。只剩几个位置吧。这干嘛？摇奖哦，摇奖，我们待会再来摇奖。哦，这个啦，储存仓、收纳箱，这个。这个，因为我刚看到它有嘛，哈哈，我看它刚看到它有。既然人家有，你就把它学起来。就像你们看我的影片，有时候是你没注意的也可以用，因为我刚看到它放在这里嘛，那我就会啦。未来啊，拿出啊，然后转位置，放在门口啊，那样子可以马上领。好，然后打开，然后你可以把一些，比如说这个先放进去吧，先放进去，这我之后再来，其实这些都可以做。哦，那这个也可以吧。这个美容券应该暂时用不到，也可以先放进去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猫银币和这个猫金币到底要干嘛的、啊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可以卖钱哎、欸。先把它摆进去。OK， 那这样应该还好了齁，其他都是比较必要的资源。这是什么？送好友的，对不对？送好送好友的，我待会再来送好友。OK， 那我又学会了一个这个收纳箱，而且才一级耶，感觉可以再升级是不是？只是这个箱子有点丑啦，就一个木箱嘛。不是做成保险柜啊，或者什么比较精美的箱子、礼物盒啊什么的。OK， 来吧，我不知道我资源够不够哎、欸，查看一下，需要这个十个松山木板，这个我有，我蛮多松山木的，我路过都会砍，来做一下吧。他说十个嘛，我觉得我很希望这个游戏有那种宠物哎、欸、坐骑。或者脚踏车也好，跑比较快啊，走出去好慢啊。大家觉得呢？哦，大家不觉得走路很慢吗？可以让它跑比较快啊。虽然吃那个薯条也有加移动速度，这个薯条可以吃。薯条嘞，这里。然后就加体力，然后还有移动速度，10%吧，
就走超的快一点。10% 没什么感觉啦，我觉得。好，升级，然后我们这样，我们的房子又升级了。好啦，升级啦。点击幕后退出，哈雷格是不是 ？OK， 去找村长。这是不是？这是。喂，打叉。这个是补偿是不是？给我们一些补偿啊！哦，你也知道道具会消失啊，你也知道啊。整天给我们这些猫硬币要干嘛？浪占我的空间，一键领取。哦，好友、哦，真的吗？谢谢你们，星月，星月90，真的假的？星月90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他给我了什么东西花是不是？那我是不是要回赠他？然后都未读欸，我现在才发现欸，因为之前我点进来那个，我这边完全没有东西，我连系统这边的信息都没有出啊，不能怪我，要这个锅是这个锅要给那个系统背，就是我每次点这个有没有，它都是一片空白啊。你看，大家刚刚看到我这刚刚才领这些奖励嘛？你看现在4月1号到现在多久了、啊？我怎么可能每次都没来领？就是因为我都看不到他、啊，他就算他补偿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那个等一下再理他，我先看一下那个星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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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月有吗？关系融洽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弄啊？这样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要怎么送东西？这样子是不是？还要送什么？花吗？是不是这个使用？然后星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确定。好了，然后这个我也送一下，因为这个人是我姐姐，我姐也有玩，把他卖了。这是我姐姐，但是她应该玩比我认真吧，比我认真几百倍吧。好，我应该送了吧。好，多送一些，多送一些，礼轻意重。好，先这样。然后我再看一下哦，上一期的那个安利又，我会送他一个好了，把他送完好了。好，没了，我没有花了。那继续吧。哎呀，不是这个啊，每次都点到。哦，有新的种子是不是？好，我也没有空种那么多啊。然后不是说要找村长，结果没有。成就点一点。现在已经23分钟啦。我们的故事。这里，他在这里。日记的话，我好多都还没做哎、欸。猫奴还要领3只猫，我都没有喂，要一直喂。然后要购买草莓哦，要种草莓了、哦。草莓种子，买最大。OK。然后要种草莓，那、啊、差不多啦，我们回去把草莓种一种了没有？我就结束今天的游玩吧。那今天我们就玩这些进度嘛。我是觉得还可以啦，因为我有先上来把一些每日该做的做一做，虽然有时候还蛮累格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就把马铃薯收一收好了，我收一些马铃薯。马铃薯很好啊，因为马铃薯跟那个番茄可以做
薯条，我觉得薯条还蛮容易做的，比那个什么爆水果刨冰还要 好做吧。所以我就蛮经常中这个的。我就觉得这游戏的重点不是在种田这个部分，不是做很多其他事情。哦，所以这个农田的部分只是一小部分。我先种一部分就好了。欸，我觉得它这个，因为你走路会突然变很慢，那个节奏就会错误，就经常会重复种到同一块地。好，任务完成。那以后我们就有草莓可以吃啦，可以做大福。大福就是我不知道真的可不可以做大福啊？因为大福是日本的那个麻吉呀，他们会有草莓麻吉呀。这边要跟婆婆聊天哦，婆婆又来了，要修路灯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就这个路灯要修一下。好，路面可以那个整修一下，太好了，这样路面就没那么惨。哎，摇奖机，不要跑！摇奖一下，每天可以摇奖，我都忘记。哦，我的问题啦，怎么那么慢啊？好，获得了酒柜哦，我不喝酒啊，我有两个这个，把它用掉。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把它用掉吧？因为很占空间。甜心套装什么鬼啊？萌宠饲育员什么意思？获得了称号是不是？白色应该是最普通的吧？风车尾饰不知道干嘛的。好，婆婆要离开我们了。反正这边其实有摇奖啊，这边也有摇奖，你不一定要去找他才可以摇奖，顺便，好打野妹。我的毛球应该可以买一些猫咪时装了，所以就下次再买没关系。OK， 那时间上也快30分钟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之后会修复我们的路面主线任务，然后像这种木工任务啊，我下次再来解吧，要完成这些东西耶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跟村长讲讲话啊什么的这些任务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小村生活再见，大家拜拜。